紋身呢個行業對呢個社會就絕對虛幻嘅，因為職業喺大眾眼中約定俗成落嚟就係需要有穩定嘅收入同埋保障。咁紋身呢個行業對嚟講係好虛嘅一件事。由一個客人去揾我，然後去到傾圖，每一個 step 都係要同佢 connect 到。甚至是開針到紋上身的時候，他的表情都告訴他是很實在的。我們兩個都是在個當下裡面，所以虛幻不出現在個世界裡面。天堂和地獄只差一線，我覺得你相信那件事就絕對實在的。